同你是冲破谎言。像我有时候觉得我小孩到底跟我亲还是跟老板亲，就是大家有没有遇过在火车站或什么在卖笔的，在推销的话，对，以前是100，现在变200了，对，然后他那个笔哦就一盒嘛，然后我们遇到那种状况。我有看过新闻，不知道是真假。那我怕他们是用这个假，这个爱心之名，是他们自己有薪水，有什么在干嘛的？对他那个有时候是有组织的。对，有组织嘛。经过的时候，他说啊，你要买笔啊或什么？我讲啊，没有，我们家还很多。我女儿没有，我把家里面笔没了。我上次对我说没有没有，家里还有啊，因为我女儿是笔控，她看到笔就受不了。结果他就失控，他说他要那个笔，我说不用不用，因为我不好意思在别人面前跟他讲这个工艺有的是假的哦。对，然后我们要做爱心，我们可以，他说做爱心做工，对嘛，我们是做爱心做工艺啊，送笔啊什么，然后就我就说哎，没关系，家里很多，你之前给我用掉的搞丢那支笔还没还我，我喜欢这个笔，搞到最后我逼不得已不好意思我就买，因为也没多少钱，好，这就算了。到了那个零食店齁，然后不是有卖那个 QQ 软糖，然后女儿很爱吃那个软糖，结果她就讲说啊，我要买这个糖要什么，我说我在家是禁止他们吃，限量可以，那那个我都跟他们交代说化学的啊，然后里面有那个人工添加物，对，那个对你都不好，我甚至会讲说有些是有毒的，结果后来那天去的时候他就讲说啊，我要吃这个，爸比我要吃这个。我想说，不可以，家里还有，家里没有，你已经很久没有买给我们。老板娘就讲说，哎呦，不要紧啊，小朋友爱家里的背后衣啊。讲说，对嘛，啊你是啊你是虫虫哟，我这么可爱，对阿姨，对，被认出来了，买十包。哎呦，啊不要紧啊，哎小朋友你的背后衣架嘛。我想说，不是啦，因为那个我在家里不鼓励他们吃甜的啦，啊小朋友怕有色素有糖，别，我们这都是食用的色素。对嘛，人家都说实用的了，你就买一下会怎么样？我们家又不缺这个钱，你怎么那么小气呢？就开始吐，你知道，他就帮着这个老板娘来说服我，到最后我又被认出来是艺人，又不好意思，觉得很小气这样。我就买了 double 这样，买那个软糖，就让他们挑两种口味的。我会选就是戳破我的谎言，因为有时候你知道妈妈有时候不得已会讲一些善意的谎言嘛。像我儿子就是有一次他就是咳嗽，他说啊妈妈我喉咙有点痛，我想说好像也没有很严重，第一个时间就会想到哎那家有龙角散，你先喊一下，可能过一下就好了。对，就殊不知呢就是我们用这么传统的那个，对，他是皮肚子痛，小朋友半尺。你该不会家里还有少精吧？真的，那草有丸啊，皮拔膏，果皮膏药，对，真录完你们家一定还有。对，也是有哎，就是对应急嘛，就是它有一些，就是你会复制小时候，因为我妈也会给我吃龙角散，龙角散下去之后，过几天我们就去找阿妈，然后我想说也没有牙起来，就应该好了，然后没想到就是可能他就喝了一些冷饮，然后他就开始咳，咳得很严重这样，然后我妈就说啊，咳成这样怎么没有带他去看医生，我就说啊有啦有啦，会带他去看医生啦。然后我大儿子这时候就觉得路见不平，他就说妈妈你没有带我去看医生，你只有给我吃龙角散，阿妈他没有带我去看医生，然后我就被我妈叫去旁边又再关切，说你不要这样子哦，你这样会延误病情哦。我想说奇怪，我小时候也都吃龙角散。雷克他看起来很年轻，但是他感觉就是比较神经大条。哦，对，我私底下也对，真的对，就觉得是这样。因为像我自己是比较谨慎型，所有任何一点状况逃不过我的眼睛，所以。你知道像现在我觉得很多人用三 C 也好，然后或者是小朋友他们用眼时间比较长，我们就会觉得说有时候好像会觉得他在揉，或者是他觉得说哎怎么好像看起来糊糊的，我听到这种关键字一般我都会立刻赶快去做眼科视力检查，因为我觉得现在大家真的用眼真的都要很小心，而且今天我觉得我做了一个九宫格给大家一起看，因为我看大家每个都是有孩子的爸妈嘛，每一个人都一样，大家可以看一下伤眼睛九宫格，看看我们到底中了是怎样的。哎，这个很高，你拿太远了，是老花吧？对，因为你知道医生说小朋友的这种眼睛的问题，我是要放在地上来看得到，真的要要提早注意。你要我们填什么？说小孩的行为圈，就是我们家里出现的，自己有的，像搭车玩手机，我们有时候边开车一定也会嘛，揉眼睛啊，或夏天要玩水啊。哦，还有人会趴着写字或趴着看书啊。那医生都说，其实这些都很伤眼，还有很多人会晚上用三 C 追剧。这妈妈一定要的吧？我有三个吧，我应该有三个。
哎，我连成两条线呢，因为我不知道他有我的小孩有没有任意按摩眼周，这个不能就是乱揉或者是乱按，对，都。我告诉你了，很多孩子哦，就是怕你抓他，所以就黑暗盖着，没错，你用手机，这个是最糟糕的。对啊，有时候盖着棉被，我是那种半夜是。他干嘛？哎呦！他眼睛来不及看两小时，对，抓到的时候都来不及。我是睡觉时间，因为我们有时候九点半他们会，因为我会让他们磨那半小时，然后想说奇怪怎么没有声音，就是。不是，因为有时候你会想说，那不然就把手机没收，可是那个又大家冲突就很大。对啊，对啊。我们今天做完这九宫格，让大家自己体检之后，就是我们大家就是想说，哎，那我现在应该要是不是要做什么样的保养，或者说比如说限制孩子三 C 的时间等等。或是这边要尽量避免，所以那时候我们就有问一些朋友，或是在节目上遇到一些医生，他们就有分享，哎，真的有很不错的东西，今天也带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。来看一下。来，我这医生朋友推荐的就是这个金盏花萃取的亮晶晶小果冻，而且是小朋友学龄孩子都可以吃，因为像我家，你看我家就横跨国小、国中、高中生，那他们都可以吃，我们就不用担心。当然，大人也可以吃。那他已经先干为敬了。哦，已经吃了。它里头最重要就是它有游离型的叶黄素，所以它方便人体吸收，而且是可以达到高效率的利用。因为叶黄素其实是我们人体没有办法自己制造的。那而且我觉得大家刚一直说好吃，每人一口就吃下去，很水润。还有重点是它那个。它的那个比例调得很好，那这个果冻里面呢，它的叶黄素跟玉米黄素是黄金比例5:1，所以为什么小朋友一吃，我们刚刚讲葡萄口味嘛，然后还有一些咕溜咕溜的，然后它设计也很安全，就小朋友都可以自己开，或是放在书包。那像我们家的情况是，你都不用提醒他。因为它口感真的很好，大家吃完有没有觉得它适口性很好？而且我觉得小朋友这个一吸就整个就吃完。这个只有一个问题是它会一直吃，对，这很麻烦，这很麻烦。这我家女儿大概一天可以吃半盒，太少，不能吃那么多吧？多视力啊，是不是？来视力可以看到3公里哦。对耶，我跟你讲，那另外一个是说，你可以放心的是，因为它里面没有添加那些人工色素跟防腐剂。哎呀，这个拿去那个妈祖庙。拜千里眼，你应该蛮适合吧？加持你加持一下。拜千里眼吧。对，而且像我们刚刚讲，就是一天一条、两条，其实都是 OK 的，都没有问题。就是很适合，因为小朋友有时候写功课什么的，用眼时间很长，对，然后就很容易会干。那我觉得这个就好像当做点心给他吃，对，你又不会担心，对啊，很健康。而且它这里面除了我们刚刚讲到的保护的营养成分之外，它还添加了。玻尿酸跟 DHA， 所以就会让我们觉得水润不干涩，那就会变让孩子就会记得。完了，这样妈妈也要一盒了，比较舒服。不行，就全家黑暗很兴奋，妈妈也吃啊，大人也可以吃啊。小孩都可以吃啊，就是没有问题。全家大人，大人可以吃的叶黄素选择很多啦。对，可是大人吃的叶黄素，小孩都不会买单的啦。嗯，那个有一种味道。对，那它做成这样的一个剂型，就是因为小孩可以选的叶黄素真的不多。对，没错。然后而且你要看它这是果冻的样子有没有？它这个果冻的话，坦白讲，一般做成果冻的话，那个营养素都不见了。为什么？它那个融的过程有热的问题，对。那它这个是一个好像是比较特殊的一种这个制成方式，对呀，所以可以保留最多的营养，因为它里面有黑醋栗。对，所以其实它有这个天然的味道。那黑醋栗其实也可以有花青素啦，对，就是花青素补充我们花青素，还有可以让我们在夜间的时候，我们变得比较敏锐，晚上开车也好，或是妈妈你夜间要追剧的时候，你可能会觉得疲劳疲惫。可是有时候看剧本那个电子档的时候，那个哇字小小的，或大字报，有没有？这把年纪的吃是可以的，来得及，你吃完。你刚刚看那个是放在这边在看的呢，我这边是还好，你就放地上了。因为它是学龄专用嘛，所以大人吃是 OK 的，大人也可以。最好其实每天补充，因为其实叶黄素是需要你只要每天补充，持续每天都有，其实就会有感。自从我跟我们家小朋友一起吃这个亮晶晶小果冻之后，我在主持节目的时候。我的那个大字报就说不用放大，不用放大，非常清楚。非常谢谢哦，介绍这个，大家可以给小孩子，对不对？非常好。对啊，那这样他会不会以后看到我们的一举一动，随时错过，很恐怖。好，到底在哪个时候大嘴巴会让父母生气呢？小孩在哪个时机大嘴巴，你绝对会教训他。来听听 KOL 怎么说。
这题我选 A， 我有个朋友叫丽媛，他很喜欢搭我的便车，那搭呢也就无所谓，但是他特别喜欢在车上抠脚皮，那呢我实在是受不了，然后呢有一次他要搭我的便车，这个时候我就跟他说，哎，我要带我女儿去淡水哦，所以今天没有办法载你。那呢我的女儿这时候就从后面冒出来说，哎，这个爸爸，我们不是明天才要去吗？怎么变成今天呢？当场我就非常尴尬，回去呢我就念着我女儿说，你赶紧别闹亏啊，那个我还把她平板没收作为处罚这样子。我选 A， 有一次我妹就抱了小孩跟她玩，然后她就跟她说，哎，你有没有觉得姨妈很温柔啊？那时候我就在旁边打枪，我说当然啦，姨妈当然很温柔啊，就没想到我小孩那时候居然讲说，哈，妈不是说姨妈很凶吗？我当下就觉得背脊发凉，结果我回去我就跟我小孩讲说，你下次不要乱讲话，害死妈妈了啦。根据调查，多数 KOL 投票给了 A， 戳破我的谎言时，得票比例76%。你觉得正常吗？好，大部分的 KOL 都选 A， 所以选 B 的不正常，请喷。正常了，终于有正常，正常，正常，正常啊！所以呢，我们最后的 ending 还是要借用 Sakinu 的小孩的老师讲的 ，OK 哈，言教不如什么？身教。谢谢。或者他私底下是一个难搞的废物。哦，不要哭啦！哎呦，看到你要高兴。就是现在，嗯，脱光就站在这里。媳妇勾公公的手走路正常吗？假设我有媳妇的话，我是 OK 的。小姐不息地24小时不断线，强档综艺节目热映中，搜寻东森娱乐台。如果有人喜欢我们的讨论，哎，那就快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，并按下小铃铛收看我们的最新影片。那还想看其他更多影片？哎，那就可以点选旁边的影片哦。8月1日起，周一至周五晚间9点，请锁定《我就问你正常吗》。